国鸟，各位可以看到呢，它从鞋下呢有长出很漂亮长达60公分的鞋羽，然后呢跟着尾巴呢长长的尾羽呢哦连起来，各位可以看到就很漂亮，它是公的，因为母的呢没有这些鞋羽，它长这些是为了要求偶的，所以要求偶季节呢特别漂亮，在求偶的时候呢它会张开。